贤者大人，您召见我。海加德已经派人进入了隔离区。 让猎犬出笼了。目标信号丢了，这地方有些不对劲。医生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快走！你想办法闪开他们，小心！ 今天真够倒霉的。这个矿洞，情报里没有提到过。 好冷啊！ 进来了。
得想办法跟总部取得联系，希望前面有出去的路吧。清除程序。稳定下来了，危险期已经过了，他的身体机能正在恢复。幸好我们发现的及时。哎，他好像动了。光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喂喂，你能看见吗？哥哥，你快来呀！醒了吗？抑制器运行状态正常。放心吧，他已经没事了。我这是在哪儿？你的抑制器已经安装了新的能量池，感觉好些了吗？我好多了，你们是？你已经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了，我差点以为。他叫莎莉，我是他哥哥夏佐，也是这个避难所的首领。是你们救了我？当然了，我们发现你晕倒在了避难所后面，而且你的抑制器能量已经耗尽，我们只能把你带回避难所进行了紧急处理。这里是新岛避难所。编号 HT501。 陌生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会孤身出现在后山？我都不记得了。哥哥，我发现他的时候，他浑身上下都是擦伤，也许是个迷路的拾荒者吧。迷路的拾荒者，你还真是不走运。异生兽在那处机械坟场筑了巢，你还活着，已经算命大了。在你想起什么之前，就先待在这儿吧。我们做了全面的检查，你的身体没什么大碍。谢谢，谢谢你。先去收拾一下你自己吧，这身行头可是够狼狈的。莎莉，带新人去赛琳那边吧，我已经通知他了。知道了，新来的，快跟我来吧。你的武器放在那边的箱子上了，别忘了拿哦。
怎么样，我们这里还不错吧？你和夏祖都是在这里长大的吗？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在这里生活了，那时候这里还没有这么多人，是大家一点点把避难所建设成今天的样子的。随时可以过去。这是？你好，我是米娅，第七代第十四第四代机械之仆。米娅可是我的好帮手，是哥哥从一个遗迹中找到的，但他的语言模块出了点问题，所以有时候讲话怪怪的。抱歉，米娅会努力让大家听清楚我说的话。没关系的。快快跟我来吧，别让赛琳小姐等太久了。你就是他们从外面救回来的小家伙了。你好，我是莱。看起来跟莎莉差不多的年纪，这些年在外面受了不少苦吧？赛琳姐姐，快帮他收拾一下吧。好，遵命遵命。
果然是人靠衣装呢，真是麻烦你了。好了，不跟你们闹了，既然收拾完了，你就带他熟悉一下避难所，看看能帮上什么忙吧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赛琳姐姐好像还挺喜欢你的，这里是中控室，能监测到避难所的每一处异常。早上好，小莎莉。早啊，帕尔大叔。这就是你们救回来的那个人吗？怎么样，身体好些了吧？谢谢你们，我已经好多了。哎，这是的，安稳活着比什么都强，这可是要老天眷顾的。帕尔大叔，你身上好重的酒气啊。只是昨晚多喝了点儿，没事儿。我正准备去回收环境监测数据呢。帕尔大叔，你这样子怕是酒还没醒吧？哎，检查的事交给我好了，你可别再像上次喝多了一样掉进水里。这个那就拜托你们了，我的无人机可以帮忙引路，就在那边。有兴趣吗？也好，正好你可以熟悉一下避难所的环境，有无人机带着，不用担心迷路的问题。怎么样啊，别紧张，抓紧就好，我可是飞行老手了。调取记录，莎莉在最近的一次飞行中掉进了河里。那是意外，意外。指挥数据采集中。外面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呢。远程数据采集中。你想去附近看看吗？避难所周围还算安全，无人机会在附近待命的。任务搞定了吗？搞定了就可以返航了。地质数据采集中。收集到的数据样本差不多已经够了，干得不错。快回来吧，我再带你去其他地方看看。你表现得不错嘛，我这就把数据拿去给阿尔弗雷德。总之，今天真是多谢你们了。数据分析，长期摄入过量酒精将对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影响。参考科学的膳食规则，帕尔大叔应减少饮酒，适量运动。你丫说的对，帕尔大叔要注意身体啊。我会注意的。走吧，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。我带你去认识一下芬妮姐姐。
姐姐。莎莉小妹，怎么有事找我？我带了新朋友来给你认识。你好。欢迎欢迎，我听说了你的事，怎么样，身体没有大碍吧？放心放心，哥哥已经帮他更换了抑制器的能量池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啊，我都忘了给你介绍了，这是芬妮姐姐，虽然只比我大了两天，她是我们这里最厉害的厨师，有机会你可得好好尝尝她的手艺。没问题，想吃什么我都可以做给你们，不过要等折月门修好，我才能到班级司港采购新鲜的食材呢。不过是修理折月门而已嘛，我们两个就能做好，快跟我来。不过修门这件事可别让哥哥知道。记录，本月避难所发生意外事件共计八起。米娅，不要什么事都跟别人讲嘛。就是这里，我们的折月门。我也不太清楚，听派尔大叔说，似乎是利用元能把要传送的东西完全分解，然后在很远的地方重组起来。啊？那一个人被分解和重组之后，还算是原来的自己吗？这个，总之我已经用过好几次了，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可是，这个该怎么修呢？只是能量转换器的滤芯坏掉而已，把备用的换上就搞定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，帕尔大叔教过我的。我先检查一下运行程序，拜托你帮忙搬个新的滤芯过来吧，就在那边。备用滤芯就在那边的小屋子里，看到了吗？只需要把备用滤芯放进装置里面就好了，当然如果你够准的话也可以直接扔进来，我就经常这么干，然后被哥哥教训。备用，帮我把滤芯推进去，里面好像卡住了。只要测试一下它能不能正常使用就好了。测试要怎么进行呢？当然是亲自进去试试了，不过折月门的使用是有限制的，只能在已经被你激活的折月门之间进行传送。但现在你只有这一处折月门的权限，所以测试交给我来就好。还是别冒险了吧，我总觉得……放心，不会有问题的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一切运行正常，我已经到了班级司港。监视者怎么会在这里？啊！别跟着我！救命啊！我最讨厌虫子了。检测到敌对单位，传送武器数据，准备战斗。
强烈的敌对能量反应。没事了，莎莉，都已经解决了。你没受伤吧？记录，本月避难所发生意外事件共计九起。对不起，我只是怕虫子而已。你怎么会招惹上那东西呢？哲月门的定位系统好像出了问题，我被丢到了班吉斯的海滩上，结果就遇到那些怪物，真倒霉。不过定位系统的结构太复杂了，好像连帕尔大叔也搞不定呢。我们可以求助弗兰茨先生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他肯定有办法。是海加德来的弗兰茨先生，他懂得可多了。走吧，我们去找他帮忙。警报，哲月门仍处于故障状态，无法正常使用，米娅应该留下提醒大家。还是你想的周到，那就拜托你了，米娅。小心点儿，别让哥哥知道我们偷偷跑出去。你要找的人在避难所外面。不是很远了，快跟上。你看到那块大石头了吗？就是莱西对面的那个。我看到了，可那块石头看起来怎么像是虚影？听哥哥说，那是一处旧联邦时期遗迹的入口，因为设置了拟态系统的伪装，所以看起来才会像个大石头。遗迹？那里面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哥哥他从不让我靠近那里，说担心会有危险。但我猜那里面的东西一定非常珍贵，海加德可是专程派了弗兰茨先生来调查这件事呢。做好准备哦，我们要到河的那边去。小心前面的蜂巢，虽然蜂蜜很好吃，但我可不想被那些虫子缠上。快过来，我跟你说个好玩的东西。什么？绕过前面的悬崖要多走很远，想跟我一起抄近路吗？放心吧，跟紧我就好，我这条近路很安全的。等等，你不会是要……安全降落。怎么样，感觉很棒吧？前面要过河了，你会游泳吗？那我们来比比谁能先到对岸去吧。那我可要开始倒数了，三一，我先到终点等你啦，你慢慢游过来吧。弗莱兹先生，哎，这不是小沙莉吗？怎么，夏佐同意放你到外边来了？哥哥正忙着呢，所以我只能来找你了，有事要请你帮忙。哲月门的定位系统出了问题，但我们这里好像只有你才会修。哦，小问题，我回去的时候会顺手搞定的。难道不能现在就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吗？
可是这台解构机出了故障，我还要。解构机，就是可以破除拟态伪装的东西。啊，是啊，不过这台老古董竟然在最要紧的关头罢工了。这个东西修起来很麻烦吗？只是短路而已，但里面有些元件被烧坏了，需要花些时间处理。可是，菲妮姐姐急着去班吉斯呢，避难所里的储备食材已经不太够了。唉，好吧，那我先回去把折月门修好，这边只能晚些再处理了。你们乖乖待在这儿，可别给我惹麻烦。放心吧，我很乖的。这台机器我说不定有办法。莎莉，你不会是想……你也对这遗迹里的东西很好奇吧？我们把这台解构机修好，不就可以进去一探究竟了？这台解构机是班吉斯重工生产的古董型号，原理并不复杂，我应该能搞定。虽然还没仔细检查过，不过看样子八成是电源被烧坏掉了。那我呢？我需要做什么？最好得有人看着这里。可以拜托你去一趟星岛元能塔吗？那里有一台小游民机器人，我们可以问他借到备用的电源。那个小东西跟我的交情还不错，只要报我名字，他肯定愿意帮忙。不过远离避难所的地方可是很危险的，而且免不了要爬山涉水，你可要当心啊。这样吧，我把喷气背包送给你，方便赶路，记得使用的时候小心一点，遇到危险就赶紧逃回来。喷气背包可以帮你轻松越过一些崎岖的地形，试试看吧。那座高塔就是元能塔，周围是猎狗帮的地盘，要小心点哦。
你好，我是莎莉的朋友，来拜托你帮忙的。莎莉小姐，遇到麻烦了吗？啊，只是修理一台坏掉的解构机。你这里有备用电源吗？我们想借用一下。没问题，备用电源你拿去吧，这代表着我和你们人类之间的友谊和信任。我刚采集完信号的最新地形数据，也同步给你一份吧，我的新朋友。数据同步中。Thank you.
使用第三代拟态武装系统。我们的中央数据库中记录了多位精英战士的战斗记忆和武器参数，并已封装为独立的数据模块。特定模块中的数据，系统将自动模拟出对象的形态和战斗技，协助使用者快速适应复杂的战斗环境。要开始新的旅行了吗？我也一起来。电源已经拿到了，但有一些小状况，我帮小游民处理完就回去。嗯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大机中，全地形扫描程序已启动，规划路线中。忘记提醒你了，光临镇有很多异化人，你可要小心啊。我们是偷偷跑出来的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我回去可没法。我会注意的。待机中，全地形扫描程序已启动，规划路线中。采集者均已陆续返航中，非常感谢您的帮助。你回来了，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吧？不知道电源有没有损坏。你一定没问题的，接下来就让我来搞定这台老古董。你跑了这么远应该饿了吧？弗兰兹的烹饪锅还留在这儿，你可以先去填饱肚子。你可以把食材放进烹饪锅里，加工成美味的菜肴。
有鱼的香味了。嗯，要尝尝看吗？嗯，我是有些嘴馋了，但现在不是时候。这雨来得有些突然，我们可得抓紧时间了。哼，看，解构机的电源我已经换好了。但看起来他没有在正常工作。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。刚才检查的时候，我发现它内部的投射装置已经坏掉了，似乎是透镜出了问题。但我有办法解决。看到那边的水合体了吗？我们可以用它当透镜。哦，那我去报一声来。水合体非常的敏感，要慢慢的靠近，千万别吓到他们。抓紧时间，别被哥哥他们发现了。快，把它放到解构机前就行了。再站过来一点。对对对，这样吗？啊，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。哇，你快看，这就是他真正的样子吗？我们进去看看怎么样？太冒险了吧。不会有事的。我明明告诉过你这里很危险。我只是想帮忙。帮忙？你只会给我添乱。可是我没有。可是马上给我回去，没我这允许不许。我最讨厌你了。你抱歉，莎莉她干嘛都垂头丧气的，兄妹闹个别扭而已。不过也真亏你们两个小家伙能把这玩意儿修好，倒是省了我不少功夫。啊，夏佐啊，莎莉可比你想的要能干，也许你应该多给她一些空间。唉，我会和她好好谈谈。小沙粒正在气头上，还是等他冷静下来吧。不如让两个小家伙先聊一聊。也好，刚才是我把话说得太重了，也许他现在并不想见我。拜托你先替我照看一下沙粒吧，别让他淋雨着凉。好的，我这就去。拜托你先替我照看一下沙粒吧，别让他淋雨着凉。其实夏佐他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我不该任性，还惹哥哥生气。你们两个，灯雨停了，一起去找夏佐道个歉吧。嗯。我有点害怕，哥哥他会不会很生气，或者我们过一会儿再来吧。谢谢你陪着我，我们走吧。心情好些了吗？哥哥，我已经是个大女孩了。也许是该让你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了。我想要的生活，哥哥。弗兰茨说的对，莎莉，你已经长大了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我
要成为像哥哥那样的人，想要为避难所做些什么。那样的生活会很辛苦。我不怕，我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。我你知道的还太少，但现实会教给你很多，多到你应付不来。我会努力的。什么声音？小心！你还是有什么事？那是可恶的掠夺者！请来的，你战斗吗？没问题。帕尔，避难所的预警系统失灵了吗？牵扯到了非常强的电磁干扰，这些家伙是有备而来。森林，带沙莉一起撤到上层甲板。中控台还有一批没有被激活的元能守卫，必须将他们投入战场。时间紧迫，我们会拖住敌人。你和莎莉快去唤醒那批元能守卫。中控台在上面，快跟我来。就是这里。哈哈，尝尝厉害吧，这可都是我精心调教过的好伙计。他们开始撤退了，守住桥头。你们给我等着。很好的防御已经稳固，但大批掠夺者正攻向避难所的正门。跟我一起冲过大桥，我们必须将掠夺者全部赶出去。正门的屏障已经失效了。防御炮台已经架设好了。太好了，我们可以。过来，我们要把那些家伙扑上天。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了。
夏佐，莎莉情况怎么样？情况并不乐观，莎莉是超载了抑制器中的能量来展开护盾，她的身体承受了远超正常水平的负荷。我不知道她的脏器和大脑有没有受损，在我确认她的伤势之前，不要随便移动她的身体。莎莉她不会有事的，对吧？我会尽力的。夏佐，那些家伙还没有全部撤离，我担心他们会折而复返。交给我吧，夏佐，我去对付那些掠夺者。谢谢。快去飞行滑道，我为你准备了一架武装飞翼。确认一下有没有漏网之鱼。
利情况怎么样？他超载了抑制器的能量来展开能量护盾，因此遭受了过量的元能辐射。虽然我们靠药物暂时稳定了他的情况，但谁都不能保证他是不是真的脱离了危险。眼下避难所里一团糟，掠夺者洗劫了仓库，我和赛琳还要收拾残局。莎莉身边应该只有夏佐在照顾了，你去看看他吧，就在医务室那边。夏佐，莎莉还好吗？只是暂时脱离了危险，但情况不算乐观。都是我的错。有治疗的办法吗？避难所里只有最基础的医疗设备，能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。赛琳打算联系他在班杰斯的朋友，也许能找到人来帮忙。我也正准备去找弗兰兹聊聊，他的消息一向比较灵通，也许会有办法。就请你先照看一下莎莉吧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我听到你们的话了，哥哥他去找弗兰兹先生了吧？喂，我的情况是不是很糟糕？抱歉，让大家担心了。我算了，我有点饿了，你帮我找些吃的来吧。什么都好，能填饱肚子就行。谢谢你啊。身体状况，我得快点找到他。
莎莉，你怎么到外面来了？我只是想出来走走，看看星星。对不起，我只想自己待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好。小时候，哥哥常带我来这里看星星。我喜欢这里，平和，安静，就像所有难过的事都没有发生过。如果永远都像小时候那样，该有多好。我明明不想让哥哥伤心。莎莉，你没事吧？我该怎么办？莎莉，莎莉，对不起，夏佐，是我没照顾好莎莉。这不是你的错，莎莉的情况远比我们想的要严重，是我疏忽了。我们已经给莎莉做了全面的检查，她的身体状况并不稳定，随时可能进一步恶化。赛琳的朋友已经答应了会来帮忙，但最快也要到明天，我们等不了那么久。我还要拜托你一件事，替我去见一个人，那个人也许有办法救我妹妹。星岛的北部海岸有一处废弃的实验室，你帮我把求助的消息带到就好。还有这件事请不要跟避难所里的其他人提起。抱歉，那个人的身份我不便明说，避难所里能帮我的只有你了。这里好像废弃很久了，那些电子设备似乎还在运行。这些数据是时间井，这组坐标的位置似乎就在避难所附近。登门拜访，至少应该选择主人在家的时候。抱歉，我是来传信的，并非有意翻看您的东西。陌生人，请说明你的来意。夏佐的妹妹受了很重的伤，她让我来这里寻求帮助。这件事我们会处理，如果没有别的事，还请尽快离开。希望他们真的能帮到莎莉吧。
大家冷静，我会找到解决办法。莎莉不是怪物，我会治好她。莎莉，莎莉，我马上给他注射镇静剂。快拉住他！莎莉，快！是这个样子。出了什么事？夏佐他为什么要那么做？这是我们这儿的规矩，如果有人发生了异化，要由最亲近的人送他最后一程，至少我们至死都身为人类。莎莉现在的情况我们都不愿意看到，但夏佐他，我和帕尔要留下来安抚大家的情绪。夏佐那边，我去看一下他们的情况。夏佐，让莎莉安息吧，她还没有死。我以为你能明白，接受现实吧，她已经……不要轻易下结论 ，Friends 先生，这位少女将被赐予新的生命。哼，你们想把她变成什么？克隆体？机器人？还是像你这样的东西？生命若只拘泥于形式，未免太过浅薄。时间到了，我们走吧。夏佐，希望你想清楚自己选择的是什么。我要带他回家。你都看到了吗？和夏佐在一起的是什么人？一个旧识，但不算太熟的那种。他刚才说莎莉还有希望，是真的吗？就我所知，异化反应一旦出现便无法被逆转。对那些不幸的感染者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们以人类的身份结束生命。
那沙利他，我不知道他们打算用什么办法把他救回来，但即便留住了他的性命，沙利还会是我们认识的那个人吗？你好像有话要说，我还以为你不打算把这件事讲出来。你都知道了。我早该猜到夏佐会走出这一步。哎，那家伙都跟你说了什么？我没见到夏佐要找的人，只是用通讯设备向他们寻求了帮助，对方答应回来帮忙。另外我还发现了一些实验记录之类的东西，里面提到了时间井。时间井？到底是条老狐狸，是我大意了。夏佐要找的是艾达之子的首领，代号贤者，即便在组织内部他也是个极为神秘的存在。如果那家伙真的在这座岛上，我们的麻烦怕是不止这些。我们回去吧，避难所里还不知道夏佐离开的事，得回去跟他们商量一下。什么？夏佐和沙莉被人带走了？你们为什么不拦住他？拦住他？他的性子你应该比我了解。唉，带走夏佐的是什么人？是艾达之子，他们宣称能救活沙莉，夏佐显然是听信了他们的话。艾达之子？就是那些想要推翻海加德的疯子？他们怎么会掺和进来？夏佐身上果然有秘密。嗯，你是有什么发现了吗？我发现了一些夏佐的东西，也许跟这件事有关联，就在桌子上，你们去看看吧。我能看见，看见悲伤、惶恐、软弱，看见你们自怨自弃，哀叹命运凉薄。灾难并非无望，祸根早已深埋，它刻在你们的骨头上，抹在你们的血肉里。你们都已经忘了这世界曾经的样子，你们都已经忘了这里曾是人间。可是凡人不过是欲望的傀儡，他们筑起幻塔，向星辰索求元能，何其宏伟，何其荒谬。生者踟蹰于阴影，任瘟疫与异变横行，而种下因果的愚者却高举海加德上，妄图重建新的秩序。那不过是一张罗网，而众生皆是寒影。迷途的羔羊们，你们可曾虔诚地忏悔？你们呼唤的救主何时才会降临？奋力叩关吧，那片沃土要由你们亲手筑成。艾达之子啊，无需为逝者悲悼，天国的大门从未紧闭，每一次牺牲
我都将亲眼见证，他们将带来新的秩序，这世界将浴火重生。这段影像中的宣讲人便是那位神秘的贤者，看来夏佐和艾达之子的人早就有过接触。影像中的两个孩子就是夏佐和莎莉，他们的父母曾经是艾达之子的成员。什么？这夏佐他怎么从没提起过这些事？他想要的只是平静的生活吧，毕竟亲眼目睹了父母的悲剧，夏佐应该不愿意自己和莎莉也变成那样的牺牲品。但眼下莎莉成了艾达之子手中最好的筹码，艾达之子想要拉拢夏佐，而为了救活妹妹，夏佐可以做出任何妥协。所以这次掠夺者的袭击是艾达之子在背后推动吗？很难说艾达之子有没有直接参与，但就我对他们的了解，为了达成目的，没有什么是不能被牺牲的。我们得把夏佐找回来，他不该成为那些疯子的棋子。交给我吧，我会找到夏佐的。艾达之子可不是什么善茬，你没必要趟着浑水。他们救过我，我义不容辞。只靠脑子一热可没法找到夏佐，如果你想帮忙，可以从实验记录里提到的时间井入手。那是50年前海加德建造的一系列秘密设施，避难所外的那处遗迹就是其中之一。但大灾变后，那些设施就被废弃了。过了这么多年，谁都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。调查时要多加小心。我要到海加德走一趟，让上面知道这里发生的事，他们也许能帮上忙。总之，晚些再见了。听到了你们的谈话，莎莉和夏佐真的还能回来吗？米娅能感觉到体内的共情回路在震动。莎莉和夏佐是重要的同伴，虽然我只是一个出故障的质仆，但如果能找回他们，请带上我和你一起吧。嗯，我们走吧，四个人一起回来。